鹿晗在2017年大方认爱大陆女星关晓彤，两人稳定交往至今已经6年。小两口平时爱的低调，鲜少在荧光幕前放闪，今日却被捕捉到两人在路边吃面的恩爱模样。鹿晗日前在重庆演唱会后，被微博公众号捕捉到小两口私下吃面的画面，并在内文中写下：“虽然镜头很糊，但甜蜜溢出屏幕啦。”文章发出不到1天的时间，就点播了1100万次，十足可见话题度。不过这段12秒的影片就引发网友不满，被抓包根本不是网友拍的，纷纷表示这视角是监控视角，这个店的老板不道德，侵犯隐私权了，你知道吗？别执法犯法，真的无语了啊。Thank you.